各位观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那么的确，偶像崇拜最近几年在国内可以说是蔚为风潮，偶像崇拜也是青少年时期一个特有的现象，同时呢也是他们心理的需要。但是怎么样选择正确的偶像，避免负面的效果，很值得青少年本身和为人父母的一起来关心。那在这方面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圣严法师。法师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啊，您认为青少年为什么会喜欢要崇拜偶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需要？这是正常的。青少年呢正在成长期间呢，他们对新鲜的事物以及呢非常风光的人物，而且呢有离经叛道的这种现象，他们最喜欢，因为他们对本来的社会和正常的呀这种现象啊觉得是淡而无味，能够有个新的现象出现了，新的人物有新的姿态，那他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玩的，也很有刺激的。而且他们并不是说自己希望成为那个样，但至少呢觉得那个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能够成功那一定他有他的道理，所以是呢他们喜欢这样子啊。但是如果能够啊因势利导，像这种问题大概正好可以使得他们走上正确的呀崇拜啊为人，崇拜贤人，崇拜一些呀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作为他们自己的呀见贤思齐的对象。是，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以前的青少年啊崇拜的偶像呢，是文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啊，好像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是受到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他们崇拜的对象呢是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非常知名的、亮丽的、多金的啊，这或者是法师刚刚说的离经叛道的这样人。那这样的现象，又透露着什么样的意义啊？那么怎么样来因势利导？这个不要怪青少年呢，这是成年人从生意的眼光而制造了这些啊离经叛道的人，以及制造了这些啊形象，所以让青少年们呢有了崇拜的对象呢，应该是说对我们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观念呢要做一些纠正，那这个社会才有比较，所以一个清流出现了，那么孩子们他没有机会来崇拜到那一些偶像了啦。可是那一些偶像是不是那么的不好呢？也不一定啊。凡是能够成为偶像的一时间呢崇拜，但是一锅风过去以后啊不一定能够持久的。许多的人都是啊一种群众心理啊，看到大家崇拜的时候大家也崇拜，人制造出一个偶像出来以后，那就有人崇拜。其实像佛教啊塑一种佛像，塑一种菩萨像，我们就塑的偶像了，往那边供一拜就有人去拜的呢。我现在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现在录影的啊对面这个河的边上就有一个土地公，本来就是一棵树而已，后来树上呢出现了有一种土地公。这个土地公哪里来的呢？一定是那些大家乐的赌徒啊，大概是赌输了吧，就把那个土地公丢在水里边，那个水里边呢就是流到我们这个前面那个溪底下，人家把它捡起来放在树上，放到树上就有人拜，拜拜拜拜，结果现在变成一个小土地庙。所以是偶像是人制造出来的，只要有人去拜他，有人去崇拜他，就有人了，另外的人就封崇附和。像这种现象是不是好呢？并不一定是不好，
但是如果的，如果能够哈，因势利导的哈，来纠正他的话，我想就这个偶像崇拜不是坏事情。是，可是正如法师所说的，有的偶像是被包装出来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会引起来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代表一种价值观念的混淆，很容易因为你崇拜的偶像，比如说我为什么崇拜他，是因为哎呀他很漂亮。我很崇拜他是因为他很有钱，我很崇拜他是因为他很有名啊，我很希望像他这样，会因为偶像崇拜带来一种价值观念的改变或者混淆，那怎么样避免这种现象？这个倒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价值观的判断呢，就是大众传播媒体的责任了。因为大众传播媒体喜欢报道这些，喜欢报道，大家也喜欢看，因为这收视率高嘛，还有呢读者多了，因此大家一窝蜂的就报道这些东西，而且实际上啊还夸张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的事实啊，所以说误导那些青少年们呢、啊、也一窝蜂的崇拜了。我想这个不是青少年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是，所以要关怀青少年们呢，他们对偶像崇拜的一些偏差，一定还是要从成年人的社会、成年人的观念呢、啊、来纠正起的。是，那么有些父母呢对儿女的这个偶像崇拜行为啊感觉到非常的忧心，因为很多青少年花很多的钱去买他偶像的唱片啦、照片啦，或者他有印有他名字的一些文具了。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迷哥迷妹啊，就每天守候在那个他崇拜的偶像的房子外面了，或者是他出入的场所，然后根本就不念书了。那像这样的时候，父母怎么样来帮助自己的子女？应该跟他们谈谈天，从他们一起来欣赏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的这个物品，跟他们一起欣赏，不要这个反对他，不要啊责骂他们，来欣赏，一边跟他们同时欣赏，一边呢来介绍说明，不要把孩子们收集偶像啊、崇拜偶像认为那么可怕。就还是说因势利导比较有用。是，如果我有孩子，我会这样做。谢谢师父开示。